这段时间发生太多事情了，我们两个之间的误会不仅仅是因为你，所以你就不要操心我们的事情了。你现在的任务呢，就是要好好休息。那孩子呢？孩子的事情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谢谢。佳武，我想跟你谈一谈。怎么了？我知道最近可能发生了很多事情。但是我们这七年的友情，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。你跟葛山现在都是我最亲最亲的亲人，以后我跟葛山还是最好的朋友。所以你们小姨，咱们今天不说这个行吗？快喝汤吧，都凉了。还是喝你给我做的汤吧。虽然我和雨飞还有陈英都没有什么大碍，但姚一鸣身上背负的罪名实在是太多了。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靠山在你后面撑着，你这次恐怕很难全身而退。老板，我不懂你的意思，还有你为什么要收拾东西啊？我本来就不属于这里，何况这里没有任何值得让我牵挂的人事物。现在不走，难不成等到哪天你打倒我坐上这个位子，这多丢脸。老板，我们、你不要说你从来都没有妄想过坐上这个位子，太矫情了。当然有想过啊，但也不是现在想做就能做嘛。
是啊，现在不可能。但是未来有可能。不要弄个假公文逗你开心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……谢谢老板提拔我，我……你要谢的话，就要谢谢你的好朋友孙总。他一口气买下我妈所有的持股，我找回他买下另外一半，条件是我要离开，还有这份派令。要不是他强迫我让我送你安全到家，我也不会送。不管怎么样都要谢谢你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啊？感觉奇奇怪怪的。对啊，你今天煲的鸡汤好好喝，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学的，有机会教教我吧。没机会了，陈英又不会天天生病。那好吧，我先回去了，你早点休息。拜拜。拜。我这是干嘛呢？想什么做什么就做好了，怎么对可山这么苛刻呢？不就是教他熬个鸡汤吗？有这么难吗？干嘛不回头啊？万一是别的女人抱你，你也让她抱吗？能这样接近我，让我不起疑的，就你一个人了。昨天那么危险，你自己也昏迷，我要是躺在床上一睡不醒怎么办啊？我知道你没事的。什么时候知道我没事的？这不重要，你只要好好的就好了，千万不要陷入任何危险中。一切都过去了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就不会害怕。万一我有一天不在你身边的话，从现在开始，陶雨菲不准离开李晨英的视线范围，知道吗？遵命。
那下次你再陪我去吃好不好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叫人起床很不道德啊？李女士，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中午11点？你打算睡到什么时候？11点了，你怎么不叫我起床，让我睡到中午啊？我是闹钟啊，你几点起床归我管。再说我叫你起床你就会起床，以前我每次叫你起床你也没理我。都会。各位观众您好，为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，才刚刚遇袭脱险的新锐画家 TYF 在刚刚稍早的记者会表示，自己公开在美国发展期间曾经雇佣影子画家，亲自证实了这项沸沸扬扬的代笔丑闻。
学长，学长，学长，深的人群中再次闪过，世界好像只剩下了我。学长，学长，时间停在倒数，学长，的泪无知的我，现在的我，抱歉，请原谅我，为了我的承诺，我们必须分开，请你理解。曾经你回来过，如果是那时候，唐雨菲，你给我一个解释啊，唐雨菲，唐雨菲，唐雨菲，很对不起，在每次深呼吸还很清醒，那瞬间天然气的每秒回忆，每颗神经让我一直牵挂的依然是你，很对不起，直到遇见了你从没忘记，还来不来得及听你声音，亲口告诉你，这些日子我一直找不到学长，也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陶雨菲这个人仿佛人间蒸发，甚至没有多少人还记得他的存在。嗯，就这样吧，你签字吧，赶紧。这儿，这儿。嗯，好。嗯，这样，我觉得应该是对。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我这修改过了。天哪，你们看，一凡跟金主孙庆恩有染。我说子豪，这已经不是三楼到经贸大楼的距离了，是地球到火星的距离啊。关你什么事啊？没关系，地球旁边总有一个月亮。可是有一个月球，它的地球已经消失很久了。陈毅啊，陈毅啊，今天晚上有个联谊，你要不要？不要了，谢谢。哎呦，话都还没有说完呢，你都不知道今天的对象是谁？不管对象是谁，都不用了，谢谢。哎呦，不是啊，你那个学长都不知道消失跑去哪。你能不能别瞎说呀？不管学长消失多久，他在我心底的分量，永远都不会。一个自我放逐成这样的人，你还要跟他讲什么道理啊？而且我们还只能顺着他，不然连我们都找不到他。可是在这么艰难的时候，他就选择一个人。虽然老师一直都是一个很坚强的人，但是经过这一连串的打击之后，你确定他有办法一个人度过吗？你的意思是要我把雨菲的消息告诉陈英吗？嗯，这对老师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
你就是顾虑太多。家里来新客人了。对，是一位自由作家。啊，客人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及时的帮他提供。哦，好的。好像是一位女画家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认识一个女孩，她就喜欢这种画风。哎，该不会就是上次陪你一起来的那个叫李晨音小姐的？于飞，你这次来除了代笔和手抖的问题，是不是在感情上来，这边这边，等等我，好，快点，这边。
再等了。嗨，同学们好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要当你们的美术老师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相处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一堂课，我要你们每人画2000条直线，画完的第一位呢，我将把这支笔送给他。老师，我知道你想好好静一静，我保证不打扰你，不打扰你吃饭，不打扰你上课，不打扰你。我想明白了，与其睹物思人，我宁愿你留在我身边。虽然我们在一起也会担心，担心你再受伤，担心你再陷入任何危险中，但是比起这些，我最害怕的是每天见不到你。一辈子还很长，剩下的情话留到以后慢慢说吧，答应我好吗？以后不要再不告而别了。小豪，哎，家武你来了，你要的游戏机我给你带来了。哇，这绝版了，天哪，啊，我找好久都找不到。反正我也用不着，谢谢你，拿着玩吧。那下次请你吃饭吧。好。嗯，你最近还好吗？挺好的。哦，那你们聊，我先走。好，先忙啊。你特意从这么远跑过来，就为了给他这台游戏机啊？学校离这儿近嘛，顺便给他带过来，他喜欢啊。一个在西边，一个在东边，这还近啊？陈英最近怎么样了？你跟他联系了吗？嗯，他找到陶宇飞了，现在在帮他克服手抖的问题。看来他们还挺幸福的。嗯。我还有些事要先回去处理，我先走了。Thank you.
惨了惨了，天亮了，快不到日出了。学长，早。怎么不叫我看日出呢？看你睡得太熟了，舍不得把你叫醒。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哪有明天啊？今天就回去了。你遗憾的话，我们明天再回去。不行，我还要回去上班呢。我替你跟钟玉请假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你变了。我变了？我怎么变了？这要是你以前啊，肯定会训我说：“你看你起晚了吧，自作自受。”哪像现在啊，还要帮我请假，太不像你的风格了。画的什么？手好了吗？我看。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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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看、啊、不能看，我还没完成，不能看。我要看你的画，不是你的。不行不行，等我画完再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呢？假期结束，是时候下山让他们大吃一惊了。是，但不是这个时候。嗯，你真的不遗憾？什么？错过日出。如果事事圆满，那是结束的时候才有的事情，我们的故事才刚开始啊。接下来的路啊，会比较艰辛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有你在，不会比我刚刚出国的时候还要艰辛。放心吧，我保证怎么赶都赶不走，死死的粘着你。你怎么了？我看啊，就算陈英真的找到陶雨菲 ，TYF 这三个字永远翻不了身了。哎，不过好险，我们以前争取好久的个展没有办成，不然我们就一起黑掉了。应该不至于吧？除了几幅代笔画，陶老师其实还是很有才气的，为什么会翻不了身，黑一辈子啊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这一行啊，信用比名气更重要。嗯，你这雇影子请代笔这种事，你黑一次就黑一辈子。不然为什么之前张影天会被陶雨菲扳倒，结果陶老师自己犯了同样的错？是不是只有陈英还把他当宝贝，一路追到艺术村去？我觉得陈英最好别回来。不是，怎么了？你们眼睛不舒服啊？陈英在你的右边。你们担心的我都明白，前段时间为了学长的展览大家辛苦了，你们放心，大家的努力不会白费的，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交代。陈英姐，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学长的展览一定会办，但不是 TYF， 而是陶雨菲。好、啊。陶雨菲的展？没错，一个完完全全属于陶雨菲的个展。现在所有的同行和艺术家都等着看我们康纳如何面对这次危机。如果我们就这样放弃的话，那我们将会成为业界的一个笑话，所有想合作的艺术家也都会流失。但如果我们这次办展成功的话，那不管是对于公司还是对于个人来说，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。我跟你有同样的想法，可是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。
董事会那边已经明确告诉我们要停止所有的工作，如果我们坚持要继续，后果我全部负责。标准，这世界的长度单位能不能只有一种就好了呢？傻瓜就是傻瓜。哇，爱情真的是种可怕的东西，竟然把冰山变成了温泉。你再废话，小心